直播吧。10月3日讯，美国知名体育杂志 Slam 对新赛季球员进行排名，将会给出 Top 50的排位，今日更新至第25到21名，其中太阳后卫布克位居第22，勇士前锋追梦位排名第22，爵士后卫米切尔位列第23、25， CJ 麦克勒姆开拓者得分后卫同位置排名第7，上赛季最佳时刻对阵公牛一役，麦克勒姆29分钟轰下50分，评价作为波特兰致命后场组合的一部分，麦克勒姆将通过自己出色的投射、聪明的运球和优秀的步伐，继续给对手的防线施加压力。如果开拓者想在季后赛中走得更远的话，需要一个更进一步的麦克勒姆，他正在努力。24，尼古拉约基奇掘金中锋同位置排名第4，上赛季最佳时刻面对雄鹿一役，约基奇拿下30分、15篮板、17助攻，评价约基奇可以像控卫那样控球组织，也能像锋卫那样下起三分雨，还能像中锋那样在禁区里战斗，没有什么是他做不到的。仅仅看看约基奇上赛季的数据，场均 18.5 分、 10.7 篮板、 6.1 助攻。23，多努万米切尔爵士得分后卫同位置排名第6，上赛季最佳时刻身穿新秀连帽衫，在季后赛首次亮相，评价米切尔首个赛季的表现就很特别，交出了 20.5 分、 3.7 篮板、 3.7 助攻的成绩单，下赛季他有望变得更棒。作为这支极具威胁的犹他爵士的年轻领袖，米切尔已经准备好登场了。22，德雷蒙德格林勇士大前锋同位置排名第1，上赛季最佳时刻开启西装短裤风潮，评价追梦是现代篮球大个子球员的典型，运动能力出色，全能，能在攻防两端做出贡献，如果他让你愤怒生气的话很好，那就是目标。21，德文布克太阳得分后卫同位置排名第5，上赛季最佳时刻在全明星周末的三分球大赛中，布克投出了28分，创造了 NBA 纪录，评价布克是一个经过验证的得分手，他将进入自己的第4个 NBA 赛季，和2018年壮秀中锋艾顿一起作战，预示着将迎来新一轮的突破。